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Perry。今天呢，介绍的就是比较特别的。如果当你们来英国旅游的时候呢，在每个地铁站呢都会有这个东西 information。然后你看到前排这边有五个吗？这里，从这里开始哈。这里第一个呢，就是它有固定的位置，就是你买火车票，它有扣三分之一。然后第二个呢是16到25岁，它也是一样有扣三分之一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给，应该是60岁以上的人扣三分之一。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family 的 ，family 那个呢是两个大人两个小孩，就有扣三分之一。然后最后一个那个粉色的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呢是给两个人旅游的，就是说公司两个人去旅游的话，它是整个英国有扣三分之一，所以蛮值得的。所以当你来英国的时候，两个星期旅游的时候呢，是没有跟任何的旅行社就可以申请。刚刚我说的那个呢，它是1年30镑啊，就是一年里面。但是如果是来两个星期旅游的话呢，就可以用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话呢，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按那个小铃铛，这样子每次我更新的影片的话呢，你就不会错过。就这样咯，拜拜。